所以我行白事啊，我冇咁样讲嘅，我喺嗰时行白事，我讲呢是急冻卫生事嘅谷子工会主席头一个行高嘅，边个？哦，喺急冻卫生事攞到电话嘅头一个边个？又系我，系敦实笨蛋嘅手啊！你嗰支次数行几多成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成九十支次头啊！ 拉个电话线拉到我屋企停，冇人有电话，净系我一个。你要明白嗰个时期我系边个啊？教师职工会嘅两个职工会嘅总秘书啊，倾粮银嘅主席啊，我系啊教师高职金嘅董事之一，我系批准买屋嘅社类嘅董事之一啊，你自己想下。 所以我咪容易攞到電話咯。如果特登間我又做過主席，又做過秘書，啊 ，Andy Dada 我又做過 Andy Dada 嘅 committee，Andy Dada 毒品啊，反毒品嘅啊咩會員啊之一啊。我喺衛生事啊做咗好多嘢啊，急凍衛生事馬華分會起又係我起，所以我正咁樣講咋。 我俾佢哋嗰啲嘢喺急凍衛生事嗰啲人知啊，俾佢嘅疑慮佢哋知啊，喺急凍衛生事係話佢哋唔知。